家睇到咧係中環嘅快閃遊行啊！今日嘅遊行咧本身係聲援保安員，即係之前咧馬鞍山新港城咧被捕嘅保安員嘅。咁因為尋晚咧發生咗即係爆出咗中大咧有一位嘅女同學啦，就係自稱係呢個警方性暴力嘅受害人啦。咁同埋咧，尋日本報咧係獨家披露有一位嘅15歲少女咧喺示威之後咧嘅一段時間後離奇死亡嘅。咁啊唔少市民咧，其實今日都無懼蒙面法，就照戴上口罩係出嚟遊行。咁佢哋都話咧，呢個係佢哋嘅權利，係不容剝削嘅。佢哋係頭先都有一位嘅發言市民啦，咁佢係無懼咧，當眾除低個口罩咧係揭示自己嘅真面目，咁就證明，即係其實佢嘅用意咧就係呢個戴口罩嘅行為咧，係屬於市民嘅權利，係政權咧係冇權去剝削大家嘅權利嘅。其實除咗中環嘅打工仔啦，因為頭先都同過一啲市民做訪問啊，咁啊除咗中環嘅打工仔咧，今日都仲有一啲係嚟自其他區嘅市民啦，包括咧頭先問過一位係將軍澳嘅佢自稱係自己師奶啊，咁啊最近咧其實咁多次嘅抗爭活動咧，佢都係有出現嘅，咁就即係希望咧盡一分力咧，去支持各位咧受到警暴嘅受害人。見到係阿牛咧，曾建成都有出席嘅。今日咧估計個參與嘅人數咧，可能都有接近1000人啦。因為好多打工仔咧，其實直情係即係冇去到遮打花園集合咧，係直接喺佢哋嘅商廈地下咧，係加入嗰個遊行隊伍噶。但大家再睇翻個遊行嘅隊伍情況。Thank you.
向香港。我哋今日特登咧係響應網上有網民發起，係出嚟快閃喺中環金融中心呢個附近係快閃嘅遊行，係抗議黑警嘅警暴。昨晚大家都睇到中大嘅女學生係現身說法，脱下佢嘅口罩，公開嘅聲討控訴呢個警方對佢嘅性侵。警方嘅性侵已經唔係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警方對我哋示威者係打得頭破血流。並冇咁多人㗎，即係只係得200人。咁我哋咧嚟到之前，即係12點半前咧，其實見到呢條現場咧係有三部警車啦，同埋係有防暴警察同埋軍裝警察係到場嘅。咁開始之前咧，更加有警即係軍裝嘅警員咧係舉起黃旗，就警告現場嘅人士咧係進行一個非法集結啦，同埋係警告佢哋咧戴上面罩，即係戴上口罩咧係有可能違反禁蒙面法。咁但係咧現場嘅市民咧大部分都沒有理會啦，咁就係繼續咧係進行集會咧同埋起步遊行嘅。咁見到其實係參與嘅人數反而係越嚟越多。見到咧，而家其實江樂道中咧係已經通翻車啦。咁相信咧係嗰邊嘅龍尾咧已經去即係我哋已經開始見到龍尾。咁其實開始遊行之後咧，就冇再見到警方出現啦。咁現場嘅三部警車咧，原本係停喺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其實就已經唔見咗啦。咁見到我哋見到個隊頭咧，就翻緊去呢個遮打花園。其實是依然有人在這裡起步去遊行的。Thank you.
快散去。这些挖矿的事。
解嚟參加？咁樣咯，睇唔明。想知係之前有冇參加過快閃嘅遊行？有，係參加咗幾多次啊？今次第二次咯。第二次，點解過嚟參加嘅？點解過嚟參加？其實我哋公司都近嘅，咁都想參與咯。即係呢排好多唔好嘅新聞發生，都想有啲渠道可以發泄下。support 下咁樣。因為本身個原意話聲援嗰個被捕嘅警方啦，同埋即係尋晚又即係突然間臨時就交咗尋晚嗰兩位受害，即係包括今日嗰個十五歲少女李其死亡，同埋即係尋日中大嗰位女學生。其實自己聽到呢啲即係消息嘅時候，而家心情都好傷心。不知可以怎樣幫到他們，所以都其實整天都心情都很差。你有沒有希望做到什麼？都運動想做到的都會想出來，或者都會想支持一下新聞。知不知道今天遊行前有些警察在這裡？我哋係啊，嚟嘅時候都已經行緊，咁我哋都係後 join 嘅。你覺得即係如果有警察在場咧，會影響咗你哋參加個程序？唔會嘅，照嚟。點解嘅？即係都會照戴口罩。係啊。點解啊？即係唔驚佢賴俾人話佢？頭先有個主持話，即係頭先有個人攞麥話，而家差佬。是戴不戴口罩會賴，即係你都不擔心的，如果戴口罩出嚟行。唔擔心，其實我剛才一開始都沒戴口罩，是後來有人派我才明白。即戴口罩是即目的是咩？即係係驚臭傳染啊，定係即係顯示自己的權利？是不是都有即在職場上都是有些風險的？都是的。是啊，不過我們做小公司就沒那麼害怕的，但是如果真的做大公司的人可能真的害怕被人點了相被人督灰這樣。所以既然你戴口罩就被人勾，不戴口罩其實都是照被人勾的，那你不如戴個口罩來做好個保護。謝謝葉青夫。姓鐘，鐘小姐和鄭小姐，謝謝你們在中環上班。附近謝謝。現在看回我們在遮打花園呢，其實人潮就散了。剛才跟過兩位的中環的打工仔做訪問，他們說戴口罩其實都有一點是擔心過職場的白色恐怖，畢竟雖然他們做一些比較小的公司，可能個影響會沒那麼大，但是去到譬如大公司，他們都說覺得大公司可能那個七號算帳的風險可能比較大。他們其實剛才是參加的時候呢是沒有戴口罩，不過我看到有人派他們都是會戴上口罩，即保障回其他人。咁而家中環嘅情況咧，我哋睇住呢度先。